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男人上太空去当维修工的故事。但这个男人万万没有想到，等在他前方的呢，除了危机，哎呀呀呀，还有危机，啊，跟更多的危机，终于回来了，超级麻烦。哦，这个男人最后是否可以拿到薪水呢？Hello， 各位你们好，今天为你带来的是《Dead Space Remake》《绝命异次元重置版》第二集的部分。不过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有两件事情要跟各位讲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先来让各位知道一下上一集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我们上一集的话呢，在我们准备要执行那一个 USG 石村号的那个例行维修任务的时候呢，我们的飞船在降落的时候失灵，然后迫降到了石村号上面。那么接着当我们来到内部的时候，我们发现说里面空无一人，而且我们还被诡异的生物袭击了。那么在经过了一堆像是什么修理电车啊、取回什么舰长的资源、整合装置什么麻烦事情之后呢，我们发现说石村号的引擎已经离线了，它正在往那个神盾七号的那一个衰变轨道移动。那么我们再来的话呢，就要去那个基伦室里面来启动那个主机。那么那个基伦室的话呢，也就是这个地方，主机应该是前面那个吧，我觉得。那么再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要来看你们上次留的留言了。OK， 那么这个观众是讲说这个切割枪呢是可以换直的跟横的哦，这个上次我发现，然后横的话呢可以来切脚，直的话可以来切那个手臂哦。横的是切脚哦，我上一集的话一直以为说横的是拿来切手臂，然后直的是拿来切脚。哎 ，OK OK， 了解了了解了哦。好的，那在我们开主机之前呢，先在旁边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好了。这里有那个商店嘛？商店我们暂时应该还用不到。然后，哎，语音档案。Engineering log, acting chief engineer Jacob Temple reporting. Christ, still can't believe the chief is gone. It's all falling apart since the captain died. Everyone down here is on their last nerve. We thought the rioting was the worst of it, till those things came through the vents. Their faces. Fuck, those were my lunch buddies, Liz's friends. 为什么偏偏是在舰长死后 ？Out of nowhere, the engines are screwed.Primary's laboring, we're hemorrhaging. 感觉有那么一点奇怪，上锁。I'm taking Danvers to the fuel depot to fix it. Gotta keep the team focused or we'll crack. Temple out. 啊哈，好的。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个柜子，来看一下，里面有那个弹药，拿一下弹药，拿一下。哎，我只差拿个弹药而已，好不好？那么看起来这个地方除了那些鬼东西之外呢，可能还有一点灵异现象吧。怕爆是怎样？这个应该就是那一个主机了，来看一下。Seeing you in the control room. Any news on the engines? Yeah, but it makes no sense. 没有燃料了。The centrifuge is offline. We're tethered to a 4 trillion ton payload. Without the engines, it's dragging us down to the planet. Can you handle it alone? Sure.Fix the centrifuge, get the fuel running, then do a full restart. But you'll need to stabilize our orbit from there. Standing by, fast as you can, Isaac. Okay, 没问题。Yes, 完成，启动主机。然后我们再来的话呢，要启动那个，要补充那个燃料，然后跟那个离心机。燃料跟离心机在哪里啊？这里是离心机，那个好像是最后的。我看一下那个燃料。哦，那边，那边，那边。我们再来的话呢，补充燃料南侧。OK，Let's、okay, go， 准备试。哦，这什么可以用吗？哦，感觉够怪。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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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暂时没事。好，应该或许可能没有怎样吼。这什么东西？电锯枪？哎呦，看起来好帅哦 ！Yes， 你们死定了，怪物！我觉得再来可能就会冒出一个什么怪物来，让我们试一下那个新的枪吧。我觉得，这里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你不要吓死人好不好 ？Oh my god， 好黑哦！这个电锯枪是怎样？我们先装备一下好了，先装备一下。我们先把这一把装在这一栏 ，OK， 好有。按住，然后攻击是主要火力吗？啊？什么？哦，直接来锯哦。然后按住空白键可以发射。哦啊，我浪费我一个刀片哦。哎呦呦、哎、呦！来来来，试一下。哎哎哎哎哎，好强哦！这样我干嘛还要用枪？就这样挡他们就好了。
哦，会用光，会用光，他们有耐久度限制的。哎呦。OK OK， 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必要的话呢，先用枪好了，道具栏全满了，这么快。啊哈，先来装个弹，我们再来先用枪好了，先用枪就好，然后可以开门，校准是。哎哎，好累个，好累个，是怎样？ Autopsy report, Dr. Nicole Brennan. Rig identifies the subject was junior engineer David Swenson. The subject was dismembered after falling into machinery, allowing. God. So sorry. Yeah. Oh, 吓我一跳。Postmortem spasms. Okay.然后嘞，然后嘞，有没有研究出什么解药之类的？嗯哼。The dead tissue is absorbed, recombined, then reanimated. 哼，可是重点是什么东西感染了他们啊？到底？墙上的生物？所以有可能是有人接触到墙上的生物之后，然后被感染的。好问题，我想知道。OK， 又来了。等一下哦，等一下，等一下，感觉又来了。再来的任务是还有个那个额外的东西，找到凯恩在甲板的那个藏身处。哦，那个是额外任务啦。那这个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解好了。我们先把主线都解完。这什么？那个子弹有没有什么纸条可以拿吗？看起来都没有。好，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就先出来吧。Alright， 哦，可以升级，这里可以升级。电锯枪，我觉得我们要再把那个电浆切割再升高一点好了，我觉得。可是我们目前没点数，那我还说废话。走这边。这里有那个。Security request retrieved. 欸？ We need help down an engineer. Danvers, get those wires up. Tell him to shut out. I don't want to. I don't want to. Christ, Henderson, your teeth. He's pulling his teeth out. Just hold him. Where the fuck is security?What the hell? Oh God! 怎么回事啊 ？He's dead. No, he's alive, but he hit that sink pretty hard. His own teeth. Oh my God! 听起来很惨烈。Cancel security request. Anderson needs the medical bay and a shrink. 有那个？有怪吗？怎么听起来像是有怪要来的声音？哦呦！是怎样？是怎样？好，再来，我们应该是要往这边吧？那个燃料补给的那个控制室那边。哦哦哦！又完了，又完了！哦哦，不瞄。他人还在吗？怪物不在。OK。我现在有点害怕，你知道吗？等下踩一下。OK， 子弹没空间哦。好，拿一下。好吧，没空间了。OK OK， 应该没有怪吼。这也不能开，需要那个权限两级。我们先拿着这个好了啦，拿着这个可能比较安全。等一下有怪物一来的话呢，我们就把它丢到他那一边去。而且我感觉这边应该也会有怪。哦哦，我的操！哎、欸、哎、欸，又来怪物突然凭空出现，死了死了死了。好，没事，再补氧气。等一下，有可能要去什么需要氧气的地方？感觉很有可能是这样哎、欸。哇塞，然后这里怎么这么复杂、啊？哦，往后走、哦，那、啊、上面是要去哪边的啊？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哦，再把它切掉。
有，可以开了。控制室。哎，回来了吗？哦，回来了。OK。那我们继续。反正这里的话算是一个捷径啊，我觉得。好，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就先往下吧。先往下。还要再往下。氧气补给有了。哦，感觉是要过去那个吧？这要使用那个重力把它拖过来。Come here. OK。然后开了，等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啊？这边弹药，然后就没了。All right， 来搭一下。Here we go。感觉中途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哦，我觉得。然后这里未免太壮观了吧？哦，有人吗？有人吗？没有齁。不要连搭个什么缆车都可以出问题。等一下，不是吧？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吓死人了！有怪声音，有怪声音！哦哦哦哦，打脚！哎呦，那什么东西吐那个？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等一下等一下，引爆！引爆！Yes sir, yes sir.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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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后面还有一只哦。我发现我们刚才没有来过这个地方这边啊，这里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哦。我觉得，有东西吗？这可以拿下来吗？啊，还，哎呦呦！不要激动，不要激动。这里下来呢，一样的地方吗？拉下。啊？什么东西啊？哦，北侧完成了哦。那我们再来的话呢，要去刚才那个南侧啦。OK， 了解了解。我们顺便再拿一瓶这个好了，我觉得。OK， 才刚拿完就有怪，等一下后面还有。冷冻一下。太夸张太夸张了哦。可能打脚，可能打脚。拆扁你，再来，再嚣张一点，再来。我觉得我们最好随身携带一瓶这个好了，我觉得以防万一啊。然后前面会有一堆怪，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好，怪要来了，待会要先炸。OK， 爆！还有人，再来啊！爆！再一个，爆！冷冻，冷冻。No！怎么这么多？完了，太多了啊！先丢上哦，吓死我！还有人吗？没了吧？怎么觉得能回氧气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啊？有可能待会这个地方可能会进入什么真空状态。OK， 又来了。你有什么毛病啊？那可是这里的好怪物。OK， 刚讲完一个而已。拆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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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啊，再来啊！不能用，无电源，还要找到电源。它的电源线是从这里接，然后到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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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从这边绕，再过来，再过来这个地方，到下面哦，所以我们要到下面那个地方。到下面的这里里面，然后里面的话需要那个通行卡。Last valve done, Chief. Progress report filed by Jacob Temple. The engine problems aren't a malfunction. Someone shut off the fuel lines to the primary engine and damaged the valves to hell and back. We just wasted an hour fixing them. Now we need to restart the south refueling station, but some jackass turned off the power and locked up the circuit breaker.No engines. We're gonna hit planetfall soon. What now? There's got to be someone around here who has a spare access card. Go. 备用通行卡。Would you hear that? Dever, go. 重点是在哪边啊 ？Two hours later. 这个吗？哦，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卡片。有了有了，可是我觉得拿到卡片之后呢，应该也会不太妙。我们再来存个档好了，以防万一。再来的话要小心一点。怎么每次都这么大声啊？
Daniels? You made it. Thank God. After the bridge, we thought that... Glad to disappoint. I barricaded myself in the computer core. I can hear them, but I don't think they know I'm here. Isaac, I've tracked down your rig. You're in engineering, right? I'll get myself admin privileges. Maybe I can help.好，总之我们先把这个卡片先拿来用吧，先进来这个里面。哦，有 ，OK。那再来的话呢，电源是这个嘛？我们要先把，我看一下，卫生系统要留着，把灯先换掉好了。灯没有，应该是没差吧？卫生系统欸 ？OK， 等一下，等，怎么办？它这个是一个两难，你知道吗？没有灯的话，看到怪会比较麻烦一点。那有灯的话，是会比较简单一点的。那算了，不管，先没灯好了，至少总比它限制时间好，我觉得。好，那我们再来的话，等下过去那个地方 ，OK， 可以开了，来拉一下，两侧都有了。再来还要去那个。先来存个档好了。OK， I've got a fuel reading. 请稍后。Only a quarter full, but it should be enough.又完了！先闪！ Move fast, Isaac. Aegis 7 is looking damn close out there. 好，死一只。哦，好麻烦了，这些家伙。我们先瞄一下。用脚踩，用脚踩。不要逃，不要逃，逃什么东西？还逃？在逃啊！应该还有，我觉得应该还有，不可能那么简单的。以这个游戏的那个流程跟方式来看的话，不会那么简单的。先存档，我们再来的话，可以把灯先开回来吗？因为不是都已经启动有那个燃料了吗？应该把灯开回来没事吧？我觉得。哦！哎呀，怎么现在每个怪都会这样子 ？OK， 我们先把那个灯先开回来好了，灯先开回来。哎，锁定了、哦。那算了，先离开好了。再来应该是要返回那个主控室那一边。没怪 ，OK， 走。应该是要回去没错吧？怎么听起来这个声音那么不妙？等一下，又怎么了 ？What's happened？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有吗？等一下，前面该不会有一堆怪吧？先预备一下，以防万一。没有事情的话呢，我们就先上去上面，回到那个主控室那边哦。哦不，有什么事情？哦，他没死哦。先去再说。有死了，快开门！吓死我！哎呦，怎么这里有怪？不要用那个尸体！够了！哦，我的妈呀！就是那一只什么轰鱼的狗屎烂蛋，踩扁你！他做出来那些好像更强，我发现啊，不怕人踩。哦！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的腿是铁打的？然后来商店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买的东西。我们目前的回血还够吗？没有回血的药了。那我们先买一点子弹好了，我觉得，然后再买两个回血的。啊哈。我记得没有错的话，这附近是有个可以道具升级的地方吧？我记得。哦，对，这里。OK， 我觉得我们装甲的氧气量很不吸引人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啦，就给他氧气量好了啦。OK， 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前往那个离心机吧。Let's go。这样子的话，航线应该就可以扳回来了吧？希望啦，但我自己觉得呢，这个游戏应该不会这么简单，让一个章节那么快结束，有可能后面还会再花很多东西，再处理别的事情吧。我觉得，
有没有什么子弹或回血的？我现在很需要离心机。OK， 这有那个地球扣扣，然后这什么？哦，这个是那个灯。哎，我没有碰你耶。Clearance confirmed。消毒装备仓库，怎么这么黑啊？先把它打掉。OK， 都没有灯。消毒室。那一边呢？那边还有工作台。再往里面走嘛，那我们先往那边看一下有没有可以拿的东西，什么有的没的。哦，那个文字记录，轮机甲板记录，宗教豁免权。OK， 了解了解。哎，又来又来，我讨厌这个事情，这里的背包感觉不太善良，你知道吗？好，进来。应该是这个吧，消毒室，我们先消毒。然后，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妙？这是 OK 的消毒吗？不要消一消，会有什么事情呢？哦，就知道。哪里？在跑啊，在跑啊，在哪里，在哪里？死了，死了，死了！消个毒也有事情。哦，哪里啊，在哪里啊？都是雾气，看不到。先闪，先闪，先闪。OK， 人呢？人呢？这里，这里。好，搞定了。是不是还有啊？OK， 还有，但是家伙还蛮大只的。有，用踩的，用踩的，是我金刚腿。哎呀，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哦，吓死我！他完全没声音的是怎样？先走，先走，先走，换武器一下。OK， 有死了。偷袭人。哦，没了没了，感谢哈。我这个地方有消毒跟没消毒根本就一模一样吧。不客气，感谢你的消毒，可以玩一次吗 ？OK，Let's go。这什么？设计图。哦，可以做医疗包哦。应该说可以买医疗包哦。有吗？有吗？不管是谁，给我出来！哎呦，前面是怎样？一堆奇怪的那个肉状的生物。OK， 这有那个节点。好，感谢。哇塞，这游戏就没有什么手电筒之类的，又是他，我有点不想浪费时间呢。锯你，锯你，锯你！哦 no， 先锯他，先锯他！哦哟，精彩，精彩！先走，先走，先瞄一下，先瞄一下，死了，死了，还有一只哎。啊，都死了，都死了！三不五十就要来一只，真的是有够机车的。哦，我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妙哎，这什么文字记录？哇塞，这什么东西啊？资源整合装置无法优先发送讯息。哦，这个就是先储存起来的记录嘛。OK。哦，好，里面好像有个东西也可以拿吗？这什么 ？OK， 半导体可以卖钱的。没事没事，离心机终于到了哦，可以存档。OK，Let's go。离心机，哇塞！哎呀，好多。你是认真的？可以起飞？等一下，等一下，在我们起飞前，先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可以用的材料或什么东西，这是什么？电梯？先起飞看一下好了。哇塞，这怎么回事啊？都是这个奇怪的肉状物体耶。OK， 那不是故意的。先降落，请连接离心机模组，然后里面应该有怪，我觉得有声音。哎呦，又是这个，它很快。有死了死了，再来一发。有没有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啊？有，电浆能量。哪里有什么离心机要接什么东西？哦，这个要手动接 F， 来上啊上啊离心机，我们再来的话呢，就是把它连接起来，然后把它定住。先从这个开始 ，OK， 然后再按一下 C 键。来不及吗？按一下 C 键，然后把它拉过来。这样子应该可以了吧？哦，有 ，OK， 然后再换这个，然后拉一下，有怪有怪有怪，快点快点快点，再一个就好。哦哦哦哦，怪飞过来了，哪里啊哪里啊？安全区域哦。没事没事 ，OK。这里可以吗？我先启动一下。我觉得我们最好先退一下比较安全哦。哇塞哇塞，要被吸走。Centrifuge activated. Reestablishing balance with tectonic load. 然后再来嘞，然后再来嘞。手动发动引擎在哪里啊？这边这边这里，先下来。手动处理引擎应该不会很难吧？哦，好壮观哦！有。Ready when you are. 他好像过完了，他好像过完了。快点到安全区，快点到安全区，我要被吊死啊！Looks like the centrifuge is back online. All that's left is restarting the engines, right? Ready when you are. 这边有吗？哦，这边有啦！哎，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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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里面！哎，有，有够危险的！哎呦，怪，不要再来怪了，这个时候还来怪，他被夹死了吧？OK， 白痴，先等他过去再走，走，快点，快点，快点！没有时间捡东西的，快，快点进来！哦，哎呦，还来怪是什么问题啊？哦 ，My God， 这太难了吧？还来怪？等一下，在那边，我们等他一过去就立刻，我完全没碰到，我只碰到边边而已。剩九秒，不要再来怪了，机车怪，吓死人。好，没事。快，到下一个点，应该还好吧？到下一个点。OK， 这里可以上来，从这里，是吗？啊有喂，这里怎么这么难啊？好的，那么这一次哦，有冷冻的 ，OK。然后有没有什么物资可以拿？从这里回来吗？先进来，存个档一下。OK， 有了，终于回来了哦，超级麻烦。哦呦，什么东西？打爆他，打爆他！那一刻，那里有个奇怪的蛋，引爆比较快。还没那个，
太那个太难打太难打了，哎哎哎哇塞哇塞，哎哎哎维持掉啊，才刚存好档而已呢，太突然了吧。好，我们走，准备准备准备 OK。 我们这次不要用那个炸弹好了，直接用秒的就好了。用秒的，用秒的，用秒的！引爆啊！怎么还不行？怎么那么硬？有了有了，爆了爆了哦！什么奇怪的触手 play 哦？太恶心了吧！这踩了会有东西吗 ？No！ 到底什么在这个里面啊？哎呀！不管不管不管，来启动引擎！太扯了！Alright, alright, 回来了。哦。Got it. Isaac, fuel storage is unlocked. It'll give you access to the engine chamber. 啊哈。那我们再来的话呢，要往这个地方走。Let's go. 没意外的话，应该是这一边的。只要我不要搞错的话。哟。Entering zero gravity. 可以起飞。等等。待会再飞，我先看一下。I cracked the secure files.无电源，电源线从这个地方先接过来这边，里面。That's impossible. But it would explain why Aegis 7 is meant to be off limits, right? Earth Gov's orders. When the miners found the artifact, they reported hallucinations, paranoia, suicides. But the Ishimura brought this marker on board anyway. Like that was planned. Wait, the marker.Okay, back up. Where's this marker now? In cargo. All packaged up for delivery. 啊？我们先把这个先冷冻吧，不然没办法过去。哎哎哎！好，先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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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哦，吓死我！电源先从这个地方接过来，等一下哦，这里。然后我们要把它换过来。气闸二是这里吧？有没有什么东西啊？有怪，有怪。先冷冻，先冷冻，踩扁你！哦呦，还偷刺，踩，有还爆了吧？还没，还没，还没。那头不是不见了吗？是我看错吗？好，先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回血包有，感谢 ，Thank you。然后先把它冷冻。哎、欸，我没有冷冻的、欸，这样我怎么办？还是说它这个风扇是可以关掉的？我看一下，风扇可以关了、啊、哦。然后把两个气闸都先打开，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吧？这样子，哎，对 ，OK OK， 好 ，Let's go Let's go， 有点不太妙，哦。东西啊！哎哎哎，是怎样？射爆！哦哦哦哦哦！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怎样？啊？喷火枪！怪物们，等着瞧吧！今晚有 BBQ 可以吃了。好的，不要笑了，不要笑了，我们先赶快把那个先装上去吧。哦，四把武器 ，Oh yes， 感觉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吧。我们等一下来用一下喷火枪看一下，喷火枪怎么用啊？按住跟那个一样嘛，然后空白就是火墙，看起来有那么点厉害哦。等一下再用好了，等一下再用。怎么到处肉壁啊？哎呀，是怎样？为什么怪物都那么喜欢发电机那个地方？哎呦呦呦呦呦！什么狗屎蛋蛋？哎呦，旁边还有那个尸体。好哦。你有什么问题？先把它喷掉好了。它是怪哦。
还有什么？子弹。这里可能要喷火比较快吧，然后这里全部都是那个肉，感觉这个地方可能住着一个什么非常大的一个异形吧。我觉得从我们刚才看到那些东西来看的话，这可以捡吗？不能捡，还要下去。哇塞，这真的未免太困难了吧。哎呦哎呦，他们好像怕光耶，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这什么什么地方可以升级的地方？嗯哼，好，没问题，没问题。有一个节点，我们来顺便升一下那个好的喷火枪好了。等一下可能会需要用到喷火枪吧，我感觉。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哎呦，这样要怎么过去啊？烧里面那个。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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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怪有怪，什么东西？哎呦哎呦。怎么有这么小的怪？哎呦！这里应该还有什么东西吧？这里，哎呦，那什么？那钱？我还有那什么巧克力棒？哎 ，OK OK， 这里耶。哦哦哦哦哦！吓我一跳。那个设计图啊，没有反应呢。柜子。啊哈！哦哦哦哦哦哦！烤肉，烤肉，烤 BBQ！ 好强哦，喷火枪！Yes yes yes！ OK， 我们走。喷火枪超强哎！还喷个几下，他们都变烤肉了。哦，那个门，难怪怎么那么吵。这个嘞？这是要去哪边？吓我一跳！哦哦，这个门需要冷冻吗？冷冻弹目前没有。我看一下附近还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这个可以打掉，这里应该就会消掉，然后那边也可以打掉。电梯可以上去了。补给室啊，这里哎。我记得这里还有一间啊，这一间是什么房间啊？是什么？哦，那个冷冻弹 ，OK， 有，感谢感谢，打掉好了，以防万一。有怪，又是那个声音，弹夹的 ，Oh yes， 感谢感谢。外面怎么感觉好像有怪啊？等一下哦。等一下 ，OK， 没事。我们再来新来那一个，这个是往上的电梯，可是这里好像不能上去了。这边什么声音啊？一直好像有怪的声音一样。我们再来现在补给室看一下好了。补给室有没有什么可以有那个零件？哦哦哦哦哦。先烧掉好了，我觉得。OK， 接着的话呢，就这个了，按下 C 键。进来，进来，进来！哎呦。这里看起来没有什么东西。哦。先烧再说，先烧再说，先烧再说。有死了吧？还偷打。有，危险。这个的话，我觉得我们先拿着好了。这个可能待会可以用到。Oh my god， 真的可以！哦，是谁？怎么这么大只啊？还活着吗？没有哈。OK OK， 没事。吓死我！哦，又怎么了？即将坠毁。等一下，太快了。这也是那控制室嘛，然后引擎室。现在控制室看一下好了，现在控制室看一下。应该会有什么可以拿的东西吧？哦呦，这里有那个物资，子弹，先补一下。控制室，这里怎么也看起来这么奇怪啊？
哦，需要把这破坏掉。有。控制室。哦，然后是这边。哦哦哦，这就可以回去了。这里应该是等一下回来要经过路线吧，我觉得。好 ，OK OK， 他打肚子，打肚子，打肚子，他肚子有那个弱点，看起来应该是。哎呦，他引爆了，这样还行？什么东西啊？哎呦，一件一件一件，哇塞，太多人了。哦，这里这里这里 ，OK， 控制室搞定了，来存个档一下。那我们再来的话呢，来换一下那个引擎室。等一下，等一下，可能会有什么东西，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有怪有怪。来了来了来了，先用电锯枪好了，拜拜，先开不要过来哦，不要过来，我武器哦，不要过来哦，他好像会防御耶。OK OK OK，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先闪先闪，有那个炸弹，有那个炸弹，哎呦喂呀！吓死人哦！我们可不可以先干燥？先干燥，先干燥。没事，哎呦，好多那个虫，有那个虫，我快没血了。来啊，来啊，再来啊！太多小虫，这样用喷火枪烧才对。这样喷火枪，这样不用喷火枪。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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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太多虫了。哇塞，这才刚进来就这么难哦。我们再来的话要去哪边啊？往这边，嗯哼，等一下啊、哦，我觉得后面可能会有什么东西，这是什么？电箱？那边还有炸弹，然后这里上来嘞，这里有个哦，有那个电盒，还有那个奇怪那个盒子，拿一下。OK OK OK， 那这个电盒是放在哪边的啊？哦，这里这里这里。哎哎哎！这里这里放好放好，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再来的再来的，又怪又怪。OK OK。哦哦，现在负责换弹，好多的感觉。先聚你先聚你，再来啊！回血回血。还有吗？还有一只，还有一只。Oh yes！ 再来嘛，再吐嘛，再吐嘛，会吐，一直吐一直吐。还有，还有，还有，还有。喷我，喷我。先低冷冻一下 ，OK， 你们很欠冷冻 ，OK。哦哦哦哦哦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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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怎么还这么多 ？Seven hours later， 还有怪吗？没了吧？有。哦呦！哦，怎么回事？返回那个，赶快进来，赶快进来。Isaac， you did it。The Ishimura is moving again. Thanks to whoever sabotaged the f*** of these engines. You bought us time to figure it out. Autopilot's taking us into geostationary orbit. Wait, you're flying us through the planet crack debris? That's what the asteroid defense system is for. But the ADS is offline. I've got the system readouts here. 哦，不是吧？我们要去把它打开。A couple of bad strikes could finish her off. Shit. Daniels, give me all the data you have. I'll try to adjust course.Isaac, you disable the tram lockdown from engineering. I'll open up the bridge station. Meet me there. We need to work on this together. 嗯，好，先存档。Let's go, let's go. 往这边走的话，可以直接通回去。那我记得这边会有只怪，我记得。门是开的哦，吓我一跳。OK, OK, OK, 可以。啊，妮可。哎呦喂！一箭一箭一箭哦！我死在这个存档点这一边。
慢点弄一下好了啦，先等一下让我先思考一下怎么处理你哈。我不要再来了，我只是回来开关东西而已。有，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卖的东西？有那个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来买一下子弹好了。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很需要子弹，买个3600，然后我一起要买一瓶。我们再来的话去哪边啊？返回车站嘛，车站应该是要往这边走。好，对，没错，这边是这一边。只是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哦，有。车站，车站，不要再有怪了。能开吗？哦，可以开，可以开。系统正常。哎呦，怎么全黑啊？完成第三章 ，yes。毁灭即在啊。听起来有那么一点不太妙哎。哦哦哦哦 ，OK OK， 剑桥是那一边吗？后面那一边？啊哈，不会，我们走，我们走，车上不会有怪吧？剑桥，我们再来是要去那个吧？剑桥这边，对 ，Let's go， 哟，哦，它有进度条，好酷哦！OK， 有了有了有了，到了剑桥。嗨，你好。Isaac， I'm looking at the ADS cannons. They're a mess. I'm gonna need your help. I am not losing the Ishimura. Not now. The Ishimura, Hammond, or the marker? That artifact they found? Don't bullshit us. CEC knew all along about the marker, didn't they? Isn't that why you're really here? Corporate wouldn't send the Ishimura for some off-the-books mining.But alien technology, yeah, that fits. Then how does losing my team fit into this debris? Hey, knock it off. We're into the debris field. 哎呀，现在没有时间吵了吧？先合作。Then meet me at the captain's nest. Daniels. Fine. But I'm going through the ship reports, Hammond. I'm getting some answers. 完了完了，开始起内讧了。嗯哼，瞭望台跟那个他集合。哦，一开始那个尸体，哦，又是你！你好奇怪声音，那只虫是不是吃太多？哦哦哦哦哦哦哦！我觉得我们先逃好了，先逃。哎，他有跟过来吗？没有，没事没事没事，那就没事哦。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东西？哦，应该是这里吧？哎，快点，快点，快点！你找地方躲起来。那里，那里，那里，那里。You okay? At least containment and life support are holding. 目前 OK。往这里。上面会不会有什么物资之类的东西啊？我们先稍微搜刮一下好了。OK， 我们走。这个看起来好像坏掉了、欸，哎、欸，没有坏。啊哈。然后嘞，这里逃生厅哦。哎、欸，是我是我。Sorry, shit, was here. No, no, keep that rifle close. 哎呦 ，The one that attacked me, I managed to trap him in here.His face. I'm not seeing things, right? That's Chen. 哦，是他，一开始被那个用掉那一个。You're right. 他被感染了。I should. The hell with it. 啊。Escape pod 47 launched. 哇。I worked with him for years. Johnston too. At least she was spared becoming a monster.我们到头来牺牲了两个船员嘛，对不对 ？For them, yeah. Come on, the ADS cannons. Yes, 有队友了，有队友了。感谢感谢 ，Yes. I can hold this position for a while. Ah. No more asteroids come through the roof.
守在这里？你应该等一下要跟我们一起去打怪吧，对不对？嗯哼，行星防御系统应该是这个吧，不是吗？还是我们要到另外一边？这个有那个文字记录。All I can tell is the ADS power routing is shot. 电路坏了。Well,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s aren't doing much. We could redirect power from there. I'd need to rewire the junction boxes, but we get the ADS cannons back. Good. Isaac, about what Daniel said. I don't know about any illegal mining or the marker. I swear, I'm just here for a repair mission. Look, Hammond. I don't know you or Daniels well enough to judge, but CEC had to know about the marker. The company did, but shit like that's above my pay grade. Look, 好，我相信你哦，你不要骗我。We need a way down to those junction boxes. You can turn the atrium elevators back on from security. You'll have full access. I found a CEC executive key card. I'll upgrade your clearance. 所以我们在的话 ，Yeah, just in case.反正我们再来的话呢，又要先去那个嘛，把电路先接好。你可以一起来帮忙吗？OK， 完成这个任务了。安全等级为二，那上面那个箱子可以开了。启动电梯。看起来我们应该是只能再出去外面了，我觉得。尚未获得权限。哇塞，好多东西，我来看一下。我们这来的任务是启动电梯，旁边那个是哦，那个是一些支线任务嘛。OK， 现在启动电梯好了。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打开这个柜子啊 ？OK OK， 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就子弹。好哦，就子弹。我还以为它会有什么更好的东西耶，它两级不是吗？那、啊、这个嘞，三级啊？什么东西？哦，有东西要来了。哎呦，哎呦，什么东西啊？认真 ！Oh my god， 他在追我，他在追我，他在追我，他在追我。什么东西啊？那什么东西？哦，好大一只哦。什么东西啊？太扯了吧！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有没有什么好方法之类的？哦、oh,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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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哦哦哦，他打一下，这人就快残了。背后射他？盔甲上面有弱点，我们要跑他背后嘛，对不对？我看一下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冷冻那个冷冻弹，有没有那个东西？有没有冷冻弹？还有还有还有。好好，关掉关掉啊！有，我觉得要使用冷冻弹可能会比较好对他。来，冷冻一下，先冷冻一下嘿。哎、欸、嘿，哎、欸、嘿，不要转那么快，这里。先走先走，哦呦呦，他不知道干嘛。新装弹，这个要有冷冻弹会比较好对。OK OK OK， 再来再冷冻一次，哎、欸、嘿。Oh no Oh no， 快点快点。那里有 OK 两个了，盔甲后面啊，为什么不能跑步？还有一次冷冻的机会，这次我要看他瞄哪边呢、欸？因为好像还没结束，应该还有地方要瞄。哦，等一下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我先观察一下好了，在哪里？在哪里？弱点在哪里？这里有，哎、欸，死了吗？有 ，OK， 打掉了。哦，什么东西啊！好险一次就过了，我差点把他打爆哎、欸！节点，这还有东西吗？没了，就这样而已，才刚出来而已，然后我所有的子弹又没了。好，那我们再来的话呢，应该是要往这边吧，保全室这边。哎，对，启动那个电梯，感谢。我现在需要其他的那个子弹，那个工作台。神音。God's sakes, Ben, listen to yourself. The issue moves in crisis. You've cut us off. 静态时效。
还是那个静态那个多一点好了，我觉得。I, Dr. Terence Kine, hereby declare Captain Benjamin Mathias unfit for duty. Ben, you're not yourself. Let me help you. Traitors, get your hands off me! This is my ship! Huh? Oh my God, he's you, Ben. Oh. You saw I was trying to help him, Doctor. You just killed the captain.We have to take you in. Can't. Oh. Get hold of me. 舰长就是这样被杀的哦。电梯这里。Atrium elevators are now online. 啊哈，中庭电梯哦，在那一边。好，我们走。我们还要选择去哪一层哦？等一下，第二层，第二层是那个任务的地方。OK。哇塞，现在还要选择层数了哦，回血，回血，超级需要回血的。没事哦，存档一下。好多咖啡，我要喝一杯。应该是这边。哦，又来爆炸，又要进入真空。哎呦 ，OK， 这里。仓库有没有什么可以拿的东西？有，62秒应该还蛮够的，我觉得。好，拿一下，拿一下。好，出来了。哟 ，OK， 没事，只是进入一个真空状态而已，没什么。好。漏电的危险。漏电的危险，两级保安的是这里。啊哈，哦，这什么？一把新武器？什么东西啊？这个看起来超帅。那什么？这什么？粒子光束？喷火的，先换一下。我看一下是怎样。哦，就12发。我觉得等一下遇到怪的时候再用好了。我觉得等一下遇到怪，我们先那个，先省一点那个子弹。OK， 漏电应该是前面那个东西。等一下，来试一下这一把。哦哦哦，这把枪太扯了吧，感觉超帅。来啊来啊，再来啊，这些怪物，来啊再来啊。洗你们的三温暖，踩扁你们。还变？为什么这怪物都这么……好，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们，先走就对了。而且有些地方会触电，我们不能靠近，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要去哪边？这里，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怎么到处都是？太多，太多了，你们太多了。我想我应该先 OK， 可以把他们引到这个地方吗？触电的这个地方。先引爆他们。然后不要踩到，不要踩到！怎么还有？他们还活着？他们血变厚了哎、欸！哇塞，哇塞！看我那个飞毛腿，不是飞毛腿，那个金刚腿。Yes yes， 可以再夸张一点，这里有电，懂吗？有电。好，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没怪了吧？拜托，不要再有怪了，太多了太多了。我们这次的话，一颗这个都没用到啊。哦，应该是这个吧。开采部防御系统先来。哦哦。OK， 完成。Power diverted from mining administration network. That's one. Still need more power. The whole system should do it. 再要回去吗 ？OK， 好好好，前往中庭。真空状态会有怪可以移动吗？我是比较好奇这个问题耶、欸。我们上次好像没有看过有怪物可以在这个地方移动吧？在那个真空的情况下，所以说怪物应该也是怕真空的，我觉得。快关门。Exiting
先上来，上来那个三楼。我们需要一点电梯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完了，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声音，还超级大声。那怎么回事啊？那声音好像附近有个奇怪的怪物一样。OK， 那再来的话呢？休息室，刚才应该也来过了吧？休息室，是什么？So it is the same. That marker. That's the symbol of the Church of Unitology. Didn't take you for a believer, Isaac. My mother was. But if they found this on some alien planet, what does that mean? That Unitology's onto something? Unitology's full of. Forget it. 我觉得这个统一教有可能是拿到什么外星古文明的一个什么雕像吧，就是他们讲的那个神影啊。然后这些人可能就被那个雕像里面没有遇过那个东西感染了吧。OK， 又是文字记录吗？我讨厌文字记录。统一教拥有数百万的信徒哦。统一教徒相信神影的内部藏有一种代码，是永生的关键。怎么听起来这么的奇怪啊？看起来有个诡异的他们啊。好，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啊？那个半导体 ，yes， 可以卖。好，我们往这边走。啊？要转移那个电路系统。OK， 这边电路系统。这是什么地方？看起来好高科技哦，还有迷宫。这可以开吗？可以可以可以，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没位置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子弹先丢掉好了，先把这个存起来里面。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子弹先换一下，再拿这个。OK， 有。我们再来的话呢，来使用这一把好了。哦，有怪要来了，被电！他过来吗 ？OK， 我们要怎么过去啊？我们要趁没有电的时候才能过去吗？哦，对对对，看起来应该是。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哎呦呦，吓我一跳！有过来了，他们真的过来吗？好，换洗澡，感谢。没事没事没事，这里他进去里面吗？哦，哪里？哦，在那边。他过来吗？拜拜。我们再来是要去哪边？往那边 ，OK。还好不是往那一边，那边里面看起来很诱人。你看，有两个那个箱子，可是我们目前物品还是满的，所以应该还不用那个。你们要冷静一点，你知道吗？虽然你们是怪物，但是你们要聪明一点啊。好，搞定。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哦呦，还活着哦！还活着吗 ？OK，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OK，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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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哇，踩扁这个！没地方放回血药了、哦，先丢一组这个，先丢掉。回血药先拿，然后这里那个补充冷冻的，我们这样冷冻好像可以用三发还是四发了吧？我这样看起来，然后这边箱子。地球币，哇、哦，又来一只哦！不要叫，我才刚回好血呢，我觉得这里应该没法跟他们打吧？我觉得前面要怎样啊？电线发疯哦，那个电线啊！哦哦哦哦 ！OK， 我忘记电线会电人了。那救护来了，在那里，冷冻。不要挡路，不要挡路。后面先打，后面先打。有了吗？有了吗？哦哦，再一次，再一次。
OK OK， 帮你洗三温暖哦，不用谢我哦，真的很机车这怪物。好，然后嘞，再来的话看起来应该是在，刚才我记得我是在这个地方被电到，这要怎么处理啊？这个它电线跟发疯一样。等等，先把这拿一下。现在问题是要怎么把这个处理掉？是要拿那个冷冻蛋吗？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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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哎，他过来，有，他没力了。而且我觉得再来应该会有怪。Seeing a power reroute from the electrical systems. Watch the outlets. The grid's unstable. That's two. One more system, and we'll have power for the ADS. 这应该有了吧？好，然后嘞，从净水系统转移电力，还要再转移一站哦。OK。Reports. They're a horror show. These things mold any dead tissue into a new form. One kind infects corpses, and the rest make more corpses to infect. That organic shit on the walls, that's dead tissue too. The crew thought it was a habitat changer. Isaac, I'm gonna run some diagnostics. I think that stuff's spreading. 扩散，我们走。在他新来那一个进水那边，先把那个电力转移。没东西哦，是怎样？吓我一跳！第一楼。哎呦，这游戏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它的剧情设定方面啊。OK， 我们回来了。哦哦哦哦哦，怎么这么快啊？应该不止他，我觉得参考别的同伴，还真的有，你看还两只哎，我先想个办法好了，我觉得，来啊来啊，过来啊，先聚先聚先聚，有，哦，净水系统，好，看一下。感觉应该还没结束，应该还有什么大块头在那一边。我觉得，OK， 啊，什么东西？你谁？怎么不见了？应该是我的幻觉吧？这什么 ？Elizabeth, it's Jacob. I came to the bridge looking for you, but it is completely.I'm not sticking around in case whatever did it comes back, and neither should you. It looks like the admin staff went to the mining deck to meet up with the other survivors. I'll head there too. If you aren't with them, I'll find a way to contact you. I promise. 好，我们再先走存档点。好多补给，这看起来不太妙，你知道吗？通常会给这么多补给呢，应该等一下会有什么很恐怖的东西，我觉得。还给一堆，你看，哦哦，真的，啊，有挡不住吗？呀，死定了，死定了！他放那小虫，哦，太多太多太多，一箭一箭，拆扁你们，拆扁你们！哦，烦死了这些家伙，他还在。怎么这么多啊？他会撞墙！哎呀，吓我一跳！哦，他没死，他没死，超硬那个血！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我们走。麻烦的应该过了，我觉得。这里有那个钱币。然后这边从这里转移电力吧，我觉得防卫加农炮。舱外门。We got it. The ADS cannons are back online. We
Auto targeting offline. Calibration data not found. 连自动瞄准都是。No auto targeting. The cannons are useless. What about manual targeting? You want to go out there with all that shit raining down and target the ADS cannons manually? If I give the cannons enough targeting data, it'll recalibrate the system. You got a better idea? Christ. I'll open exterior access. I hope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校准行星防御系统的加农炮，从这里吧，舱外门。好，再来的话呢，应该就是射击游戏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要拿什么加农炮来去自己瞄那个行星，可能就不会这么的恐怖了。什么东西啊？这里吧。We're out of options. Do it. Security request retrieved. 要叫准三个加农炮。Someone stop him! This is Second Officer Sheik. I need security here right now. No one's coming. White, for Christ's sake, step away from the controls. We need our first officer. Captain Matthias is dead. The captain's dead. Vincent's security team is dead. Who's left?Step away from the airlock. That's an order. Who's left, Sheik? A crew full of uni fanatics? Eckhart screwed us good, didn't he? 整个船都是。If the BEC director could go that bad, maybe the whole company's rotten to the core. Just like Aegis 7. You think CEC won't send a rescue team for their precious planet cracker? Think white. We just need to hold on. Yes. You probably should.No, stop! Goddamn fool! Seal it! Do the airlock now! 有什么毛病啊？这个拿着好了，以防万一，可能会有什么怪之类的。OK。哦，应该要飞吧？我觉得，不用飞吗 ？Oh my god！ 还要躲陨石哦。啊有喂，要小心陨石欸。那什么？是这个吗？应该这个。还要按住哦。哦，这样可以攻击。还真的射击游戏欸，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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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爆那个，他要打到我。那个那个有100%。反正只要给他们足够的资料，他们就可以自己先想办法。OK OK， 这有氧气吧，可以补。我们在努力了，再来换这边。哦哦，这里这里。我们看一下怎么瞄一下。按一可以攻击 ，OK。那里那里，把他们都打掉。这里那一颗，尽量不要让他们打到我们这船上。哦 ，My God， 有。现在补一下氧气，然后再换那边，那边还有一个。这里这里这里，我们的船不。还有怪，是我看错吗？哦，哎，还有怪，哪里呀？哦，那里那里那里。机车怪。Five minutes later. Critical. 这里，打一下。然后那一边，再换这一边，这一颗，这一颗，这一颗，那一颗好了，那一颗。有。完工。ADS recalibrated. Auto targeting systems enabled. They're back.The ADS cannons are online shipwide. Thank God. Engaging autopilot. Get yourself inside, Isaac. I think I figured out our next move. 哦，好，没问题。先走吧。我的妈呀，这外面比我想的还要可怕，而且还有怪。我们先换一把武器好了。这里没子弹了哦。先换这一把。先降落哦，搞定搞定，好，
的，好的。Hammond, I just intercepted a transmission for medical. 医疗室。See what you make of this. This is Senior Medical Officer Nicole Brennan. Medical is a sanctuary. All survivors, please join us. 哦。Nicole, I'm going back to medical. Makes sense. I'll head to the crew deck and look for survivors from the bridge. I'll be in touch. The crew deck. 哦，这里还有那个，这里好多装备哦。半导体。啊，结束哦。致命现身，这听起来有完全不是什么好事，你知道吗？哎，有怪吗？回个血一下，然后这里有没有什么可以回血的？柜子还有吗？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回血的。Yes yes yes， 我们再来的话呢，先到下一个存档点好了，不然这样很尴尬啊。哦，才刚出完跳，刚回好血而已，他又来，怪物很机车，你知道吗 ？All right，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死了，还有一只。哦，冷冻一下，拆变，拆变，拆变，他死了，他死了，还有吗？没了哈。OK， 我们再来的话，先去那个医疗室，先看一下有没有那个什么存档点之类的。哦，这有存档点 ，OK。OK， 这有存档点啊、哦，致命现身。哦哦哦哦！这什么？这什么？这什么东西？才刚存档完而已，还没结束吗？好的，各位，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第二集的《绝命异次元》的重置版。那么如果你喜欢的话呢，那也不妨可以帮这部片按个 like 和订阅吧。好的，各位，那我是 DK，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 ，Peace out。